有没有从慢慢等的经验？所以我没有过这种，大家都在等。但是呢，我有让别人等过。哦，小坏坏，行情好就能这样。第一阶段马上进入冰果连线挑战赛。哎呦！不用，还怎么玩？对，直接就给他抢起来，抓，抢答题啊！我还以为你们还没写好，后来一看写好了，他们已经安排好了，排兵布阵已经排好了。所以你看了这个，除了会答题以外，你还要够 lucky 哦。是啊，是啊，运气。Lucky and lucky 就要看看这个比赛当中的元素之一。是是是，来来，男生先选，先选，你们要哪一格？因为我们刚刚赢了嘛，嗯，先选一点，要中选一格了哈，中洞。中洞哦，中洞最快连两条就赢吗？好，我也觉得五三条，三条，三条，五吗？就是应该要中洞。Number five，请出题来。好。你说你害怕曾经，哎，来了，慢慢等，是不是？维里安，我会慢慢等。维里安的歌，来一起来演唱，慢慢等 ，Go。有没有从慢慢等的经验？所以我没有过这种，大家都在等。但是呢，我有让别人等过。哦，小坏坏，行情好就能这样，一等就是三年吗？还是一年多？一等就是一年多。歌的范畴很宽广，对对，范围很广。来，恭喜拿下一个，来，不是小板，你们来选择，哪一个？好，三号，三号，请出题。美外哦。我想我不会爱你。哎呦，哎呦，要下去。哎呦，好凶哦，歌名。还在想，我想我不会爱你，我想我不会爱你。恭喜答对。哎，这女生的歌你也会去学啊？必须的，因为我知道歌唱比赛有时候。大家看你唱太多男生无聊，男生要女唱，对啊对啊，再换你们，哎，还被人家抢走，换你们数字，哎呦，一定就是14好了啦，是不是？14题，是，请出题 ，Go。女生了，哎。以及我这个人太痛了，对对对对对对。道听途说，恭喜答对，一起来演厉害唱，道听途说 ，Let's go。